2016台南艺术节闭幕所推出的作品《破罐子呀歌剧选粹》，邀请荷兰真有名指挥安东尼赫姆斯，甲欧洲七大知名声乐家来台，结合福尔摩沙芭蕾舞团、中营交响乐团、台南木林美声合唱团，伫基米破罐前广场演出户外音乐会。虽然这两天台南落大雨，但无影响到市民前往观赏的意愿。文化局的大新准备了雨衣，让每一位入场的观众，若是错过了到场观赏的机会，透过画面做回来感受一下，伫基米破罐前这场难得的音乐响应。Dann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e Mädchen fielen ein. Thank you.